脚是慈悲，前到子宫，坤到子宫，点传师好，点传师好。好，各位请坐，请坐下，请坐下。我们红莲师，还有在座的顾问主席，还有我们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组人才，大家早安。检察师早安。你好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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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那么咱今日来到这一年，我哈非常的欢喜。那么，但是呢，我看到咱今日出席率敢若无介高哦。其实呢，咱各位人来滴，咱爱非常的一个感恩。其实咱每一个人，每一日都爱抱着感恩的心。所以呢，我哈伫会过关的时阵呢，就问阮国语班的学员哦，我哈是国语班啊，担任。做这工事，那么给我开门，安那阿姨，阮阿姨叫我口罩，因为翕相哦，伊逐天拢爱看我搁爱翕相，因为呢，给我为甚物爱戴口罩嘛？其实我这口罩讲话是足喘的，因为呢，给我去香港做日搭顿啦，哦，去香港呢一礼拜，就是讲本来是去疗养，去还是着咱会客员，而且客厅副经理朱斌嘞，甲咱卢秘书长，我啊还是会聚会。那么呢，我啊去到遐第二天就感冒啊，所以呢，我啊特别只感叹非常而且感恩，就是讲我啊请问咱在座诸位前辈，咱每一工上个重要代志就是安怎，爱有精神，对不对？是。你若睏去，像啊睏去，像咱拄只，咱帮因伊咧甲咱自闭咧，咱个僵硬老无散。去到病院，人拢啊袂疗火啊，嘛已经睏去啊，对无？啊睏去，伊敢叫会起来？叫袂起来啊！啊叫袂起来，就是表示安怎？即世人已经结束啊，对无？要搁徛伫遮讲话，无机会。所以，互我深深的体会。今日咱每一个人上个重要，就是一定爱精神。对不？哦，目睭爱开起，开起都爱精神呢。哦，那么精神爱安怎？爱非常的清醒过每一天，到时安尼。嗯。啊，你要过着清醒的日子，一定要透过啥？透过修行学道。无你啊，逐天啊，像阮这个年纪，哦，阮香港的前贤甲我讲，电传师，你今年几岁？吼、哦，我要去，我要去米头，小可有白头毛，看到我白头毛，讲敢有六十岁啊？我讲吼，已经就要七十岁。伊讲啊，为什么吼？你讲话阁遮有力，阁遮看起来就真少嘞，安尼。阁有一点，我今若无伫道场，还是我敢有这个年轻的心，绝对无。因为咱的道心是永远年轻的。所以在這裡，咱甲各位一面共同面对，每一工拢爱醒起来。咱醒起来的时阵，一定爱清醒过每一工，而且爱抱着感恩的心。因为你每一工拢有感恩的心，到我就来化苦，而且爱有知足，哦，啊，佮事业健全，对无？哦，佮身体健康。那么咱敢爱每一工，每一工的班会拢来参与。一定爱，各位前贤，咱伫咱台湾，何下去到泰国，去到香港，咱来台，咱台湾的环境真正是上佳赞的修道环境。因为呢，咱普老前贤甲道将大陆带来到咱台湾，那么咱讲卤水环条，何下已经四年无去到大陆啊？啊，为甚物四年无去大陆？因为疫情。因为一寡政治宗教的问题，佛学唔敢去。但前任副前任，甲阮讲爱注意，爱谨慎，哦。啊，所以咧，一切因缘，咱也四当无去。那四当无去，遐前任敢会，逐工拢伫遐讲，
这妈妈你定时要来，有无？逐天互我微信，逐天都有迄人才讲，这妈妈定时要来泉州，因有伫遐期盼咱点文书过无？有，因为无点文书过，到我都丢倒。无天命点文书过，有法度人求着先天带来胜利者。所以咱今日咱今日这中等改前线呢，咱改拍一个鼓啊！哦，八点就到咱爱上了，哦啊，所以呢，咱现在要八点就办到，我咱中等改前线呢，今日求着了胜利军团先天大道，所以改非常的恭喜，钟先生恭喜！非常的感恩，求得了非常的感恩哦。伊的咧奉事的这替天神的哦嘛，对伊来求得呢。所以讲，其实咱今日咱来求得，爱感恩上天感恩之恩。哦，咱祖师爷奉子孙师的代表，同领天命，那么甲道传来甲咱台湾的，咱今日才有这姻缘，做咱好好的把握。那么何况呢？今日无要甲咱分享足深奥的道理，因为今日毋是功课的时间，今日是祝福的时间。那么何况呢？要甲咱祝福进程呢？何况要来甲咱各位前面分享，因为何况今日是勇敢，咱伊有圣堂勇敢的活动。那么呢，咱勇敢的活动呢，是为了咱宗教的爱心和和平，咱金河单位咱路。秘书长呢，咱金河单位呢来做一个管理。那么后下第一天去到香港活动，一落车呢，落飞机哦，迄毋捌去吼，真正后下吼，迄落落飞机，想讲即摆走美国，迄若毋是走泰国、走大陆，啊拢无咧写出入证，对毋对？啊，我看人咧飞机顶咧问出入证。黎明的，我刚和我刚黎明讲事情，黎明来讲，刘毅，干嘛写出入证？我讲唔骗啦，起码我们使用开放啊，没写出入证。我两个傻傻坐在那里，哦，啊，落飞机，落飞机，迄是香港，是足济国家咧去的所在。所以呢，我来咧就排排咧一列过一列过一列，各位前线排甲要验关迄个所在，咧小姐讲，爱台胞证加。你著护照甲台胞证，我伊就讲小姐，啊，你的出入证，出入证呢？爱写出入证，无写敢会当互你过？无啊，会当互你过。阮两个两个安尼做，安尼做，总倒等下写出入证，对不对？啊，写出入证了，安怎？顶排队。啊，分去啊，分去啊！内面讲啊，那安尼，我讲哦，顶排队，搁排，搁排，搁排。搁排了半点钟，搁到啊！到的时阵呢，就互人揢出来。啊，我出入证呢？各位前线，唔知落伫堆。好好好。还有唱无？好事多磨好。咱内面讲，你先过，你先过。内面徛一空，我徛了一空。我啊，敢要搁倒转去写？但是已经有遐有服务人员看我足慌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摕着台湾的护照。因为护照分色，哦，大陆也是稍微紫色，咱台湾是青色。伊看我摕护照，伊讲：“小姐，你不用慌张，你，伊讲叫我袂紧张啦，你搁去写一张，吼、哦，等下吼、哦，你来找我，我互你先过。”各位前天，咱这是好人，所以咱有拄着好人。我就赶紧去写嘞，好一间吼、哦。迄啰袂晓写嘛，伊做细伊目镜了，个表个写一届来，写第二届，那有当敢有熟啊？写写写写，足紧来写好，伊就真正甲我传去。哦，各位先生，咱真正伫个毋捌个时阵，敢有足济会行着冤枉路？那么各位先生，来着包括学校，咱今日一求求着先天大道，咱有得人个求，有得人个修，咱个爱把。绝对的把握。何下去到香港，哦，咱香港佛堂落飞机呢，咱秘书长呢，就请咱严秘书、简老师，甲咱遐总务施先生呢，去甲阮接。何下是动作有轿车去甲阮接的吼。
结果不是哦，佮带阮已经两只脚就要断去啊，因为我要出门之前，我个脚就无爽快哦，啊就，伊就甲阮讲坐巴士，阮在去单车，单车哦等半点钟，伊明明看到迄个 A 十一。诶，时阵我约袂过，人已经驶去，啊，搁伫遐徛半点钟，徛半点钟了坐上去，迄落巴士爱坐一点钟。那么香港的路呢，就亲像迄个白纯的油，我家己讲，啊，这车内遐恐怖，啊，搁坐顶悬，迄种足悬的两层，啊，内遐油啊，像迄云南的比飞机较油。伊讲香港的路就是安尼吼，所以呢，好哈，来到云南的时阵，非常的欢喜。想讲安尼已经到达目的地，那么到云南呢，好下去用呢，拄啊四点。过前我们到云南拄啊四点，啊四点伊遐咧创啥，咱敢知？咧献酒，哦，啊献酒献晚香，献了，好发到天德献了嘛吼，咱天德是甲天德是甲遐总务三个天德献了，我们困到，啊遐作用，但是你归家。我讲不免啦，我回家就好。伊讲未使，你回家，好，我回家。等下献香一百块完以后，你敢知还搁安怎？感恩一千块，各位前辈，好卡已经行到卡要断去啊，搁爱一千块。迄个时阵，我刚爱行起来，我讲哎，迄助理讲，电视你敢有法度啊？各位前辈，迄个时阵我刚爱有法度，爱有法度，一定爱有法度，对不对？感恩一千块完以后，徛起来做一感恩礼拜一个，各位忏悔一千块。好，各位前行，我怎样回头？我看阿爸的前行，因为我哪到位就会前行，我还没看到全部前行，对不对？我头八十几岁，拢有哦，拢白头毛的足多。八十几岁，为什么有法度拜两千块？好憨哦！感赞叹，真正就是两千块，才现香礼毕，就讲好了。我发了感赞叹，讲老菩萨，请问你今年几岁？伊讲伊八十五岁。哦，我是八十五岁哦，后八十岁，后七十八岁，后因的诚心献香了后，我甲咱各位亲人分享哦。献香了后，咱的云堂虽然无做大经。因就一个前世去古村倒步来啊，吼，我着做一个拖把，将拿一支，将摕一块桌布，对头到尾，将七一扎拢毋免分配，各有前世，逐工拢穿啊，互我去一礼拜，迄玻璃真是要七号破，哈，爱变是要七号变白金，还是乌金、白金啊？伊愈穿愈白嘛，吼，你穿着金，逐工拢穿。哦。啊，伊迄老菩萨敢会无花添？拢完全拢袂花挑，煮饭的煮饭，哦，煮菜的煮菜，阮等下六点要食饭，分工合作了，煮食食饭，搁爱成全呢，搁爱听课听了到倒。第二天来开班，大家拢是安尼做的，早晚都是两千块，晚早上感恩一千块，晚餐了一千块，下午四点又。感了一千块，忏了一千块，而且还念着祝祷文、忏悔文。后续就甲咱的助理讲，甲咱两边讲师讲，我讲，这个祖德文，伊遐讲闽南语的吼，伊遐讲闽南语的，我讲华语，伊来甲我讲，讲师请讲闽南话，因为伊拢对来，伊拢是为大陆来，泉州来的，漳州来的。都是大陆来，福建来，所以呢，这个因缘呢，让我感受到因的心心。献香了，小组成全。献香了，不是讲好啊，安尼大家拢等，搁坐落来。老师的话可以来点了四十杯，给你献一段。哦，比如讲像这位先生，今着你献哦，你献着了，你去读一段，读一段了，点完是爱做主笔的开水，大家读干的。啊，来就开班啊，两天连续开班。下早啊，火果园，后下早啊，青草班，下晡新传。下早啊，火果园，下晡搁新传。拢关在遐人个听，一个青草有二十几个陪伴，
互我的骨灰箱啦，都袂去真烧出来互你看。这拢是事实啦，互我袂当讲袂讲。所以，互我为虾米分享这段，甲咱过一年分享，啊，就是讲咱别人的精神敬献输济，咱因的精神咱爱学倒来。嗯。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互我有看到咧，互我感觉怎啊甲咱分享。哎。啊。因为咱个还是一修万德的精神。老菩萨愈老愈修愈欢喜，而且办道愈办愈中基，足有规矩的，出格反面，形象客下。而且因咧办道吼，互遐困道点乱输嘛吼，啊，因遐拢是困道，迄拢五十外岁啊的少年啊，听着讲困道点乱输办道，困道拜拜吼。开始去度啦，互我已经感冒拢无声嘞。啊，师哥，请互我点灯，为虾米？互我点伊带咱拜班啊？哦，互我烧香来给伊，安尼带班点到请大落，烧香，所以回来到厝里头就是好有够济啦。互我伫遐有通食药啊，哦。所以伫这个姻缘，互我今甲咱分享。而且哦，因个，你敢知因个分道头前吼，迄透早来，我想奇怪。啊！你透早来，大家要包红包，是咧包安怎？大家拢摕一包红包哦，红包落啊！啊，互我着徛伫遐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看拢包偌济着对啊！哦，二十，过一下二十个，太干票拄啊，咱遮个八十，嗯，差不多十包，我看大家老婆生拢包二十，包十块个，十块个一张纸，十块。好，时间到了哈，那个十块就是咱个四十块。但是因逐天来，拢会放红包伫遐献予善分。哦。那么这就是啥？就是布施的施。伊毋是无畏施尔啦，因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三施是平衡的。嗯。所以这因缘，互我感受咱因缘老菩萨，逐天拢会行路，逐天拢来佛堂，哦，会知啊，甲会布法道。因讲因拢袂无聊。因为下晡有新专班，天晓了小组成全班，哦，啊下头些去煮个食食，下晡哦，小可趴，拢趴伫桌仔咧睏，因为无拢常人睏。那爱上时代真正有够赞哦，咱也来当地，像即摆有咧当地对不对？哦，拢来学堂，啊，做伙煮煮食食，咱当倒些倒来又休睏咧，因遐无啦，房间有够细，寸土寸金。所以呢，咱今日伫咱台湾修办道的环境，会使讲非常非常的优渥。所以咱一定要好好的把握，把握着咱今日这个环境，爱有这个修道的心，诚心、用心、甲坚持，一定来提出来。哦，所以呢，好好的伫遮甲做些祝福，啊，就是讲今年几亩年已经过啊，啊，咱台影响的，就是咱的龙年。就是咱每年要有展望，要有新希望。那么要有希望，当然咱教育局来做一个规划，课程的规划。但是咱的心，咱的心要有抱着满腹的希望来修学道。咱今日当成就，而且一个要清考就办，两个清考嘛办。那么当然，咱台湾有咱台湾的这个课程哦。咱老菩萨讲来讲，有清考了的。家庭都无共款啊！哦，求道了后，因的心态拢无共款，所以因遐来搭一个香港佛堂细细间，旧年360个求道。嗯。因的道亲是足爱度人的，只要去买菜看到人，迄人够细，向向行出，我行出交内面怎样讲？啊，恁即款要行几多？因无咧靠右边走嘛，无咧靠左边走。嗯嗯只要你卖烧肉，你就当行。嗯哦，我安尼看到迄个人，我怎啊交内面两个怎啊牵的，里面要行去对去，人真的很多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今日台湾是报道，哦，是报道。那么咱今日会当来透过修行学道，求道、修道、学道，一定爱修办道，行功立德，咱才真正会当了脱世事。上天无迄个无功德的佛菩萨，绝对爱有功德。所以呢，咱今年初一到初三有办道，初四到初五会当申请哦。咱甲咱的有缘人一定爱带来求道，尤其咱的子孙，
哦，一定要带人求道。求道是哦，伊会当愈来愈好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吼，我会当甲咱哦，甲咱分享到这个所在。啊，今日看到咱大家，会使讲非常的欢喜啊！啊，祝福咱大家会当心情愉快，幸福会当如意。谢谢，感谢天主的慈悲大众。感谢点狮子杯前的主公，昏到主公，我们再次掌声。多谢，请坐下。那转来哈，本来。